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讲喽！来打开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次要对的是大乐透啦！哇，大乐透哇，怎么都连在一起了？大乐透还有威力彩，哇，大乐透跟威力彩啊！所以嘞，发哥这次一共买了多少钱啊？200，200，200，200，一共买了新台币800元，哇，800块的大乐的彩券啊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啦！好，马上来对奖，有不同的彩券。当然就是用台湾彩券 APP 呼叫对奖小帮手，好，放大放大，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直接来对奖，先从大乐透开始 APP， 那放到最大声，希望可以中奖。来，第一张，第一张，第一张就会中奖，第一张就会中奖。哎，这笔没水了，没关系，换另外一支。第一张就给魏仲讲，来，接下来看第二张，继续扫描，还是没中奖。两张大乐透已经喷了400块了，接下来威力彩，威力彩，威力彩，加油加油！威力彩也没中，已经喷了600块了，800块已经喷600块了。来，最后一张啊。最后的希望，最后的可能，就看他了。加油啊！哎，中800，哎，还不错哎。为什么可以中800啊？所以，哎，所以，真的没错哎，中800。再一次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哎，有回本哎，不错不错。所以呢，这次，哎，这次的彩券这样，哎，这样其实还 OK 啦，对不对？发哥都吓了一跳，想说：“哎，中800哎，这个威力彩竟然中800，不错不错哦。”所以这次的彩券啊，发哥这个一共买了，这样放好了，一共买了，这个应该是每一期啦，各买就是一个礼拜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乐透每一期一期12号的跟15号的各200，200，然后威力彩也是各200，200，然后中了这个3月14号的这边中了800块啊，所以嘞刚好打平。对，没有做公益，但是也没有赚到这个钱，但是好玩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样也是有做公益啊，因为买了800块嘛，其中那些钱就是做公益了，这样对不对？也是很高兴啊，好玩就好啦。所以这次嘞，发哥这样子刚好打平啊，好玩啊，就是花了800，中了800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